名单好像就滚滚键盘就赢了耶。顺风的角色，顺风超强，逆风是真的惨。通常是普攻 Q 普攻吧，然后就一进去 EQ， 然后普攻 W， 也不一定要 W 啊，普攻。然后如果快如果是 A 他就 W， 然后就 S 啊。我觉得瑟雷西遇到瑟雷西就可以出萨米拉，瑟雷西有一个灯笼，萨米拉的 W 是可以把它挡掉的，可以让那个在前面的 AD 不敢那么嚣张。他是被抢路啦，我们的这个中路是不是直接抢我们这辅助是直接抢了中路的位置？一句话不讲哎、欸，虽然他看起来是没牙数的，好吧，那我就这里就稍微辛苦一点。克里斯拉加这个那个加里奥是有点难打，完蛋了，五位辅助互帮 A， 可以，真娜没有办法跟克里斯拉抢草，有点痛苦，没有他不帮我 A 啊。停不下来，那应该要让他投的，第二颗应该要让给他好一点。他这样回家，哦，他已经950了。打击心态高手，925。家里有开辅助，我们应该都会赢啊！只要他的E跟W用掉之后，我就是直接跳那个克里斯达，他就会有点跳不起来。这边克里斯达应该是已经死了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下六等他就死了。这里应该没有眼。这是一定杀的啊，基本操作，不是哦，基本操作，克里斯达基本上算很好打，克里斯达，他前面没有优势就六等就一直死，他闪现应该还没有好，反正家里我也没办法先开辅助了啦，基本上他要开我也很难，他开我就是闪现打，比如那个，不要被撞到就好了，要被撞到，哦，还有一个收丢。但还没六，不要，哇！我们大概要翻盘了吗？哇，完了！哦，这个家里哦，是真的玩的不错哎，总感觉好像啊，我们是选 AD 吧？难怪，我们阵容有点废，选 AD 打血鬼，我天哪，还是家里哦！而且他们开战，我们在中路的话。
农兵只要那个厄尔不在，其实压力有点大。哎，等一下呢，血鬼这一波一闪红怒啊，点燃火箭必死无疑，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怎样才不会死。冲他吧，冲他吧！抓血鬼位置，这里要抓血鬼位置。这波有点换他们的回合了，不过我们算是这个二杀是玩蛮好的，他第一波先带完线，然后他直接走过来，骗厄尔 TP， 所以现在厄尔没有 TP， 然后他在等他，我们现在就等他带线带到那个，大家看他厄尔，我们就可以开。对面有两个大坦的情况，第三件一定是误穿。嗯，这波要打五打五了，要抢线了。我们的二杀是好猛哦！因为我不太能进啊，这波算是开的不错。先买一下这个，血鬼这样子应该就不能一套秒我。我们先开会有个好处啊，我们先开的话，家里欧大绝就变成只能反开了，就是会R那个被开的人，这样子他其实蛮废的。只是这场他也没什么可以打他的大绝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两个东西就不一样。难道你的绿双是有盾吗？嗯，我有个嘞。哦，没有药，我没有药。我为什么绿伤会被动啊？奇怪，七十秒，我们绿伤这个有盾哎、欸，好屌、喔！好像一样抓到，我们这个绿伤有盾是有点强啊。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一波稍微挡一下而已啊，那波稍微挡一下，因为刚刚能唯一能收头的就是血鬼嘛，收我头的。哦，对面 AD 身上也是很多人欸。整副都世界刚只有2800块，买了一个 GA 就只挣2800块。建模是真的玩得不错哎，好啦，那今天开到这里了，没有办法让164知道这场会扣几分。哇，打28000哎，好强哦，加18、19，好啦，拜拜，晚安啦，晚安。